怎么样，心不心动？这也太磕了吧！那说好了，下班跟我一起走。小孩，下班，走吗？那个师傅，你先走吧，我跟 Lucy 约好了去逛街，我跟他走。走，我今天没什么事，我跟你们一起吧。我们要去市中心，现在下班时间多的话，还是坐地铁方便。哦，有道理，那就坐地，走吧。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打车的紧急联系人是我吗？地址直接分享的。哦，我们这不是逛街逛累了，准备去吃个饭吗？对对。去，正好，我也饿了，要不然一起吧？赶紧了啊！那个师傅，我们准备去楼下吃的，我带你去。走走走走。怎么？还想跑？怎么会呢？那我们走吧。